繼續反轉下啦，煎到佢金黃色，少少脆。如果中意脆咧，就可以整佢耐啲啦，等佢脆啲。咁都熟得滯咧。可以撈佢出嚟，熄火先。呢粒撈咗第一粒，正常嘅小丸子係可以一粒成粒咁抽起嘅，一粒吉住佢。都正常咁樣抽咗佢啦，啱啱失敗咗，跌咗，所以擺翻佢哋。